接下来要做的是一个小泡茶的小茶壶，送给爷爷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拿出一个黄色的大 A 做茶壶的手把。另外呢，我们要准备两个黄色的小 H， 把它背靠背以后穿进这个洞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准备一个四公分的小圆管，装上这个小轮子以后把它穿上去，这个当壶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装上一个四公分的小圆管，以后上面呢卡上一个黄色的小 A， 这样子呢这个小圆管就不会掉下来了，这样子可以做出一个泡茶的茶壶。有你也可以哦，帮爷爷做一个小茶杯，拿出一个小轮子，加上一个 绿色的小 A， 把它装上去，这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茶杯，让爷爷倒茶喝茶喝，很好喝吧？这样会了吗？